国语有声善书。圣德堂善书《生命之光》，主祝仙佛为九天司命真君。九天司命真君降，诗曰：徽鸾著作寿康篇，圣笔出题妙药间，宝剑成书垂万世，苍生著印得无边。圣是有病需求医，无病要珍惜，失去健康才觉得健康可贵。养生延寿之道无他，清心寡欲，充分休息是第一妙方。人不怕有病，只怕一查不出病因，冤孽病；二不知预防疾病，应该病；三有病不治疗，加重病；四治疗后不知珍惜身体，又再病，病久了会没命。司命真君特来提醒：造君关怀众生，功德无量，众生多病，其能再提供一些民间治疗简便法给大地众生参考好吗？众生多病，病由心起，心理不健康，身体也就染疾生病。为了帮助世人保有健康身体，今再提供一些食疗法妙方供众生参考。家庭食疗法：气喘，老生姜、芋头、白心、面粉、生姜、鱼头要带泥土，为用水洗过的。将芋头、生姜均去皮，分量约1:2，不可洗及沾水，以擦床、菜搓磨成稀糊，然后酌加面粉，使其糊浓稠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晚上临睡前，用少量糊摊于一长挑布上，然后围在脖子上。另用多量糊于长方形颈部上，贴于胸部睡觉，一晨取下。连续用7日，即见大效，并可断根。胃痛、胃酸过多，一奶粉2汤匙，甘草末1汤匙，以温开水冲服，不可加糖，每日按时饮用，即收其效，需饮用1-2个星期以上。二每餐吃少许生姜，可愈。三桂花根、橄榄根各1两，草药店有售，水5碗，煎剩1碗半，加些花生油炖素豆鸡服。神味散：丁香、沉香、凉腔、陈皮、半夏、砂仁、藿香、川椒、白芷各2件，木香、止咳各3钱，川瓢、香附、苍术各4钱，肉桂1钱半，神、大黄各5钱，甘草2两，薄荷脑5分。以上供研末，放在瓶子，如遇胃痛、消化不良，每服1小匙，温开水服下即效，是居家必备良药。胃病者常服此药治疗，可愈肾脏病。盐一水丁香，大人5钱，小孩3钱，草药店有售，青皮鸭蛋1个，连可洗净。青仁黑豆、黑皮绿心，大人用2两，小孩用1两。米酒4汤匙。方法：水丁香切成小碎片，以纱布包扎之。黑豆、米酒、青皮鸭蛋用5碗水一同放入锅中，温火煎熬。蛋熟除去外壳，以筷子穿动放入锅，再以温火煮熬至黑豆熟烂，是锅中剩1碗水即可。而后将纱布包扎之水丁香取出抛弃，剩下之蛋、豆、汤共同食之，每日1次，夜晚临睡前服用。每日1剂，20日可痊愈。二老莲藕1台斤，1日份，切成薄片，煮汤当菜喝。三玉米须2两，薏仁2两，冰糖1两，水煎当茶喝，利水消肿。急慢性盲肠炎：一清水2碗，火煮剩7分，待温，再混合蜂蜜、冰糖各5钱，牛奶2两同服，即效。二桑寄生、益母草各3钱，用水3碗，还剩1碗，服之利效。肝炎：一黄花蜜菜1两，黄连椒花头1两，用2次青米干及淘米水炖服之。二芦荟大人2片，小孩1片，取枝叶加冰糠炖服。三茵陈3两，咸丰草4两，煮黑糖当茶喝。四菱角根、水瓶取干净的，水田刚撒农药者不可取，2种洗净加冰糖上煎水服。便秘：大黄1钱半研末，然后拌麻油3钱，蜂蜜2钱服用。糖尿病：一生黄师5钱，淮山1两，红甘蔗根1两，煎水当茶饮用。二甘蔗上的嫩芽3两，以清水5碗煎剩1碗，不拘时温服。月经痛：生姜1块压碎，葱白、带根5根，红糖3两，2碗水放入锅中煮沸5分钟，再加胡椒粉1汤匙。月经来时腹痛或产后淤血不下腹痛，趁热服下立即见效，可继续服用几次。白带：
一白肉豆根二两，白鸡冠花一钱，白果三钱，白龙船花头二钱，水煎服。二代餐银杏、芥石、莲子各三件，慈灵、白术、治湿、辟泻、熟地各二钱，莲须、龙眼花、甘草烧各一钱半，水煎服。三白肉豆花四十朵，鸭蛋二个，炒麻油吃，即愈。四明矾、川芎、青艾各二钱，煎水洗阴部数次即愈，外用不可内服。产后缺乳，生鸭蛋两个，生姜五钱，切丝，麻油一两，食盐少许。麻油先放入锅中烧热，再放入姜丝炒熟，即取出于碗内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住再倒入麻油，煎沸后，把鸭蛋两个分别敲破放入，用煎匙弄开蛋黄，成为圆饼状，然后把炒好的姜丝分成两份，连同少许食盐倒在两个蛋黄上，用煎匙合起来，如荷包状，连翻三次即可。产妇每天三餐吃此麻油姜鸭蛋，乳汁如涌泉，可足喂哺婴儿，是素食者补品。宜精金樱子五钱和冰糖二两炖服，流鼻血。一高丽地二钱及人参的头部，以水一碗半煎剩八分，分二次服用。二生地、麦冬各五钱，水煎服即止。三茅根二钱、黑栀子二钱、冰糖三钱，煎服即止。下例：一、凤尾草、全草煎黑糖，服之自愈；二、番石榴八月嫩叶捣碎，用纱布挤下汁，加少许盐，服下，每次喝一小杯，一二次即效。脚抽筋，可将薏仁煮汤常吃即愈。薏仁游离脚气、利尿、美肌肤功效。鱼鳞质：一、生肥猪肉一小块，铜钱大小，厚约二公分，以盐腌三日，然后取出贴在鱼鳞质上，用纱布绑住，四天后鱼鳞质自然脱落。二、有孔铜钱一枚，如无铜钱，以铅板钻孔代之。冰糖一小块，加子一把，以钱孔或铅板孔套在鱼鳞质上，铜钱意在保护质边皮肤，再以夹子加冰糖，用火燃之，融化后的糖液滴两滴在孔隙患处，然后取下铜钱，隔二分钟后以铜法再滴一遍即可，三四天内自然脱落。痱子：一以热水洗汗垢，用浓盐水涂擦患处，十分钟后再用水冲洗干净，切记用肥皂洗之即可消除。二用清水一盆置太阳下晒热，用此热水洗澡即消。香港脚：红紫苏叶，花园有种，摘一些擦脚，然后夹在脚趾处，常擦至好为止。火烧水烫，以棉花或纱布浸米酒，取出贴伤处，及时止痛。棉花或纱布前时仍在浸酒，取出贴伤处，止痛生肉，成为妙方。恶疮肿痛：蒜头数个捣烂擦疮处，数日即愈。铁打伤筋：韭菜捣烂敷伤筋处，数日即愈。解百毒：绿豆和甘草同煮饮之，百毒即解。止血丹：可至中药店买生蒲黄20元，贮放瓶子，若不小心刀伤、跌伤等小伤流血不止，可以此物撒敷，然后用炒布包好，立即止血，且痊愈甚速。该药有止血消炎作用，但若伤口太大，则需送医缝合治疗。感谢灶君提供了救世妙方，供世人参考。弟子觉得家庭主妇要料理三餐，又要照顾小孩，繁忙异常。尤其抚育小孩更是费尽心血，小孩若知吃能睡，则尚有喘气机会，一遇受惊或生病，则日夜哭啼，最伤母心，连累大人也无法休息。弟子深信收精一法，在佛堂异常为善信小孩收精颇具效果，其灶君提供一个叫简便收精法，给家庭主妇自己为小孩收精，不但可以节省费用，亦能激起世人对无形神灵一种信心。妙哉，小孩魂魄居住肉体时间尚短，如人迁入新居不太习惯，一遇风吹草动即日夜难眠，啼哭不止，或吐乳惊叫，俗称凿受精。为使家庭大小平安，老少安眠，特是收精法。一将我所著《生命之光》一本放置神桌上或瓦斯炉上，并准备清茶一杯置案上，然后点燃三支香，向灶君禀告小孩姓名、住址、生辰年月日时及目前精神身体状况，如好哭、吐乳、不眠、惊叫等，大人受惊也可用此法。
二，然后用以三支香在小孩面前胸前上下摆动，口念收经咒曰：收经咒，拜请九天司命护宅真君来收经，收其小儿某某某失落魂魄，受经元神归在本身。收起东方金吾经、西方金吾经、南方金吾经、北方金吾经、中央金吾经、五方正气护身煞气除，大经小经化无事。子丑寅卯辰乙午未申酉戌亥，十二元神自在，百病消除身无灾。日吃饭乳之香味，夜好安眠不啼哭。生命之光照灵台，无奉九天司命护宅真君急急如律令，念三次。三，然后再用手中之三支香在净茶内及茶杯口上方写魂魄自在，万无挂碍。八字每字重叠无妨，然后再画十个圆圈及壁，写字时口念魂魄自在，身无挂碍，三魂七魄圆满愉快，十方正神护体煞解，甘露法水解病消灾。念完可将此法水给小孩喝，则可平安无事。此本生命之光可至神案上供奉，以后可再应用，效力更佳。法水服侍，魂魄自在，万无挂碍。灶君是离我们很近的仙佛，所以遇到困难可以求助，但记得一定要行善哟。请大家一定要看本频道影片《雪屋蚩尤记》，或到一尺拱横堂网站看善书。本频道已经有制作此书的新灶君真经客诵影片，请查询国语有声善书每日经咒新灶经、新灶君真经说明区有连结网址。感谢司命真君灶君的慈悲开示，我们一定要吃素，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，可断除杀业，又有大福报。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，不然往生末后 98% 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，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，业障较重，求道的人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，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紫阳关考核，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？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，没有的话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，拱横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。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，武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，拱横堂的昊天紫寿灵修院，就这两间而已。小编知道会花点钱，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着想，这辈子就花这点钱，觉得值得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、虚元堂、一尺拱横堂皆需大家三师护持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亲自护法。资讯可知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，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